成为绿洲。为什么带来是哆瑞咪粥？这是他的招牌呀、啊。准备一个平底锅，涂上一层放在柴火底的发酵的奶油，啊，然后就是这里吧，大明星居然乱来，还根本是谁来是我爹的、啊？有人这么多都看没。冒险。他在找我吗？妈祖跟我在这里大便，我们要在厕所大便。他怎么是大王呢？哦，小兵捣蛋，妈祖不可以。哎呦，我给你捣蛋。跟人打他屁股一样。它是咬地垫，它是咬地垫。啊，到刚刚为止都还在拍，不过已经结束了。不可以。哦，怎么这样啊？你在打他屁股吗？班长，快点！等一下弄到它了，门口还有一颗。